玻璃顶上美丽盛会美人腿节正式展开，上届受到大家注意，当然也是美人腿公主的选拔。今天在主办单位特别举办开幕仪式当中，邀请历届美人腿公主来出席，也成为全场上届注意的焦点。除了美人腿公主以外，今年活动也在卡贝顺产业的推广顶面有更加侪内容，将安排民众实际甲卡贝顺的产地来挂顺啊，体验卡贝顺的栽培甲生产过程。欢迎各地民众一同事先预约报名参加。王子公主。十二位历届美人腿公主再度集合做伙，玻璃生产卡贝顺上美丽代言人，总是吸引全场的注意。一年一度上水的产业观光盛会，玻璃美人腿节正式开幕，请剪彩。开幕典礼由南投县副县长陈正兴主持，除了由美人腿公主家属首先展开以外，今年特别将开幕活动邀到卡贝顺园来举办。目的嘛是为着让民众有机会实际甲卡贝顺产体验挂卡贝顺，给他搁起来拉起来，这样拉一下，拉一下就是做一个给他们看，就是这样。哇！一群亚洲大学外籍学生特别前来体验采收卡贝顺，经由农民现场指导甲解说，让因对卡贝顺有更进一步的认识。It's so delicious. It tastes like some nut, maybe hazelnut or peanut.It's so delicious. I've seen it from very far, far distance, but I've never tried from this close. So it's very like interesting. I like it. 南投的茭白笋，目前的整个品质以及产量都是世界第一，我们可以这么自豪。以往我们都在室内，那今天拉到这个现场来做一个实地的体验。一方面让他们体会到茭白笋，种植整个过程跟收购，当然也让他们品尝到我们最好优质的茭白笋的品质，让他们体会以后能给我们更多的成效。除了卡贝顺实际体验以外，主办单位嘛进一步甲店内观光旅馆业进行合作，各大餐厅饭店拢自行推出相关的卡贝顺料理，希望让游客来甲玻璃有食够有剩。有这有这么好的农产品啊，有这么好的饭店，就是要用咱的观光跟咱的产业结合，让我们这一次的美人腿节哈特别特别的不一样。我也希望说观光跟我们产业结合，让我们埔里啊任何的农产品都能行销得更好。今年埔里美人腿节，东投县美人腿公主选拔将在五月十五进行初选，五月二十九举办决赛。卡贝顺体验活动也开放各地游客预约报名，有兴趣的民众会当把握机会。记者王兆成采访报道。